横画是什么？什么叫横画？好，看到这里哈，横画，来，横画的口诀，第一个，按压往右写，好，来，怎么写？来，按压往右写，停松，会不会？口诀要背哦。来念一遍，来，按压往右写，停收。按压往右写，停收。好，不错哈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第一个字是什么？应该不是一吧？二。二，好，好，来，第一个字是二，来，来，这样子，来，按压往右写，停收。再长一点。也是一样，按压往右写，停收。二，还有上。好，上这一撇要先写哦。来，上是这样子。第一笔画在这里，一。第二笔画竖画，第三笔画要这么写哦。哦，不要先写竖画哦，要先写横画短的，再写这个，再写这个哈、哦。好，三，好，下面的下，好，有没有问题？好，没有问题，我们就赶快写喽。